是。我今天，早上八点二十在集合，然后我们想去超市，结果他没开，现在正好在超市买热狗，这买热狗好实在，他还给你，他都不给你，就在这个热好的Van打开，然后呢，然后这个。只有 ketchup 可恶，这个哎呀，来挤少挤点，来点这个，没这个芥末。你还给我咬一口，嘿嘿。好，等会儿。好，然后这个要西红柿，可咸了，不能弄，有点恶心。哎呀！越来越恶心，然后还有洋葱就算了，今天咱要出去，虾黄吗？看起来好棒呀！哎呀，我也想吃了。好了，好了，我们先去结账。今天是海前的第二天，也就是 open water 那个 certification 的第二天。我们昨天先在池子里游了一次，然后在海里游了一次，在海里又游了一次。然后第一次是去的那个水下博物馆，我是昨天回去查马蜂窝，结果发现哎，这原来是一个景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去了一个鱼特别多，然后有海龟的地方。然后今天是第二天，然后今天还有两次海前，第一次完了，第二次完了，就上午结束之后，我们就拿到那个 open water 的证明了。然后我带您看看这个地方。啊，我们教练刚刚走过去了。啊，他写 scuba instructor， 对，身材特别壮。然后，主要我们是在这个池子里，然后做了我们的水池上面的训练。上面的训练包括什么呢？就是刚开始我们在岸上讲的那些，然后后面我们做的就比如说防止抽筋啊，如果你遇到了就是。失去意识的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其他潜水员啊，需要怎么办？然后如果你的嘴里的那个 regulator， 我也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反正 regulator 就好的话，怎么 recover 它，怎么把它再塞回来？然后如果你的没有了，是怎么去抢别人的？还有好多，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应急技巧。因为那本 Paddy 的书上特别多，我刷了三个下午。包括一个白天，他俩还刷完，就，哎，反正特别傻，就直接点了英文的，就发现阅读速度还是比不了中文的。你这里有酱，好，谢谢摄影师提醒，就是早上吃的那个酱。然后，就他其实在这儿只教了那些基础的，没有教，比如说，那些理论知识都没教，比如说我在。水底下多少米是几个大气压，这种就他默认你在书上学过了，所以他就只教了那种实用性的，就比如说你的那个有个 regulator 坏掉了，那其实你不应该去换那另外那，因为你的氧气会很快流失掉，你就把一边塞到嘴里，就反正类似这些。如果你有兴趣学游泳课呢，你到时候自己就学我了。我们转转转，这个地方进来好像是一个什么潜艇码头，然后我们一般会在那个地方登船，然后为了节省钱，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潜艇都是大家一起租个船，然后一起出海，然后所以你就会看到那边还有个 blue dive 的潜水点，我们的这家叫scuba total， 然后对，按照西语的发音规则，摄影师说叫 scuba to dive， 啥玩意儿啊，斗蛋。出发走到了，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在，因为这里有阴凉嘛，所以说在很困炎热的四季都可以坐在这儿，然后点了点了之后再回来这里，然后这边有冲凉设施还有厕所，就挺好的。看我们今天八点二十来，结果现在开不了船，所以我们可以坐下消一下食。那早知道我就吃 taco 了。然后，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到时候大家换了衣服，然后穿上那个潜水服啊。潜水服，昨天我不是泄了好多水出来吗？潜水服它的原理就是 wet suit 湿，wet suit 和 dry suit， wet 就是湿的意思， dry 就是干的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百万系其实它不是防止你里面不要湿，它是为了把水，然后因为那个泉水壶很紧嘛，它是为了把水存在那个里面，这样你的身体的热度不会随着水进水出被带走，所以就这一部分会一直在你的身上。那这样，对。然后昨天优秀学生，昨天我一直浮上来，就是其实是因为那个教练少给我加了一个1000块，就我也不知道是高兴好还是不高兴。他估计觉得我很轻，但是其实我比想象中的要重一点，所以。后来加了1000块之后立马就没有问题了，但是那个1000块好像有点重了，我就一直在沉底儿，浪费。你可以加一点福利。对对对，好，今天先这样吧，现在先要去船上啊，然后好像大家都到了，今天晚上没有特别热，就是一直都没有看到太阳，然后基本上都是阴天这种。哎呦，哎呀，然后大家会在这里把氧气罐装好，然后会把 BCD 和各种泡起来的东西都套上，然后我们就去船上，是一艘小船，然后船上有一定的具备的设施，然后就是我们的教练发给我，哎，这艘鲨鱼船还挺帅气，跟昨天的船一样。然后应该这就是我们的本事，然后大家会把船上有水有各种 BCD， 然后因为有几个教练还有那种向导会同时在这个船上，所以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就跟昨天的人不一样。对，然后那个红色的是我们到时候用来寻找的浮标，按照这个拍立的规则好像你不能离那个浮标大概15米，整个这边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小船呀，然后yacht， 你想的 yacht， 对，各种各样的游艇。一会儿等时间出发就好了。靠这边有好多游艇停的地方嘛，但是底下有好多小鱼，清澈见底的那种。然后沿岸会有一些吃啊喝的呀，然后游艇有开 party， 有商用的，有自用的。Okay. Well, now enjoy your beautiful trip. Are you going to go to the first time? Okay, because you need to jump. Nos vamos a ver todos en un tiempo sin limitar. It's very important.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急流潜水，也就是说我们下去的地方会有急流，如果不能及时潜下去的话，就会被水流冲走。所以今天我们要练的是这个，然后还有一项要练的就是我们要自己看怎么用指南针，就是在水底下指示方向的时候要怎么用指南针。所以今天考核的任务主要就是离一个地点
que te sientes, siempre lleva tu... ¿Qué? Aquí. Porque si subiera olas y haces esto, y en el movimiento que lo sacas, entonces, tú siempre hay que tenerlo con la boca. 是我的 BCD， 就是这个。Te esperamos este Fabio. Fabio o nos vamos o tú dicta. Como se quiera. Que si te esperamos. ¿Cómo que? Okay, entonces nos tiramos. 下午下的时候。还不会。Ah sí, este, Ana, siéntate. 我的 regulator. Alright, 去吧。¿Cómo sientes la corriente?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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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Ya inflaron su chaleco todos? El volador en la boca, por favor. No duden, si alguien duda y por cualquier razón no se tira a la cuenta de tres, ya no se tire hasta que el capitán les diga. ¿Ok? Play your BCD. Come this time, right? Yeah. Okay, I need to jump in the side, okay? And I need to behind the ball. Okay. Regulator in. Right hand your face. That's it. On three, yeah? One, two, three. Okay.
们从今天的第一潜上来了，然后这个船好晃，然后我的同伴就有点晕了，我给你看一下他现在的什么样，渣渣的躺在这儿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去下一个，我们两个上来的时候氧气都不到那个800，不是 reserve 吗？所以我上来的时候可能还有500，上来时候只剩下100了。现在我们船开了，要去下一个地方，还是很舒服，就是特别晒。然后水温从底下到上面的时候差的特别大，底下的时候冷冷的，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就巨暖和。我穿的是长袖，所以感觉没有特别明确，我估计对他们穿短袖的 black suit 的时候应该会比较明显，就是离得太近了。就如果船太晕的话，我觉得躺着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死亡角度这点我躺。我觉得后面还有3天再那么晒，珍惜一下现在看起来还算白的我了。这个印儿好像一个猴子似的，过两天我就要晒成黑凤筋了，感受一下现在到底有多晃。我们现在在一个新的珊瑚区，刚才那个叫 Porto Negra。 我们要先把脚蹼然后和那个增重带上，然后一会儿再去背那个 BCD。 刚才我们俩都没氧了，所以今天又换了一桶来试一下。哎呀真的好重，而且我的这个袋子好长，而且它卡我的脚，现在都已经卡了。哎呀我的妈，然后这个呢要注意它，防止它脱落，所以要拎这边。来，这个我就结束在这儿了。刚才那个也是一个急流潜水，我们就跟着那个水流跑来跑去。然后刚才那个为了追一个斑点魔鬼叫 Eagle Ray， 然后跑了好久，然后费了好多氧气，然后费了好多力气。不过也还好，就是一天两次，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累。那边远处也能看到那个绿色的，那个就是每一个潜水的教练也好，然后那个向导也好，他会把这个先放到海平面上，这样船就过来接他们，然后就知道你具体的位置，不然在海平面上到处都差不多，很难发现。然后我们当时还停了大概3分钟的 safety stop， 就是在5米左右的时候停了一下。我觉得今天比昨天的进步就是，昨天我的 buoyan 做不是特别好，就是你把吸氧气到肺里，它就会帮你提上去，然后你把它吐出去更多，它就会沉下去的。我觉得今天做的好像要更好一点。那，好开心 ，so happy， yeah， dance on the boat，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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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是其实真的是需要互相帮助的，感觉一个人很难 handle， 哪怕你特别厉害，其实，感觉每次出来还是带个向导比较好。
对，大家基本上就把先把铅块摘了，然后把这个 BCD 就是现在房上贴的这个东西拿下来。BCD 还有你这氧气瓶，那个真的特别重。然后呢，你就把你的谱给扔上来，这样你就可以顺利的爬上来了。我把我的都吃完了，那个，你的在哪儿呀？我又下来了，等你。Your finish your course, and tomorrow you start your advanced course. The same procedure from yesterday. We have enough fresh water here if you want to rinse your body. Your gear is to leave it here if you need. 好，我们今天完成了2000水，加上昨天的200，加上昨天的泳池，所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 Open Water 深圳 VK。然后明天还有 Advanced Open Water 深圳 VK， 然后我们还要。Navigation， 我想要夜潜，现在不是很确定我们能不能夜潜，得听他说。然后明天我们还是要一早教大家。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泳池里，然后穿着这个衣服。然后上方的先学习，然后我们再上岸，然后再学习冷冻，基本上其实我觉得潜水呢不是特别的危险。I have paper. What do you need? Just a tower. A tower. It's wet. I didn't bring towel. Sorry. 我今天练习了怎么样用 compass 找方向，然后还我想想一些基本的。就比如说怎么使用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来着？其实他说人的肺其实就很强大，就是你吸进去气，它就会自动往上浮；你吐气，它就会往下沉。所以其实是很 powerful 的一样东西，就是人的身体真的很神奇。然后就先这样，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干。第二天潜水完，然后 OW 的证已经拿到了，之前摄影师跟我说我不够激情，所以我现在激情一点。我没敢涂防晒霜，因为怕那个把水污染了，所以我的嘴这里就有点黑了，然后脸上有一个印子。
对，反正这几天下来，因为我还有三天吧，三天应该一共还有5到6次海泉，应该全下来之后，我的脸就变成了猴子脸，猴子脸，而且是那种棕色的，棕色的小麦肤色。啊，像我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又回到昨天吃早饭的那家店，然后这个是 Adams 的，然后这个是 Mexico Style 的 soup。这是 Mexico City 的 traditional food。啊哈。我来尝一尝。好像杂碎汤，就是那种卤煮的味儿，臭。然后牛排，这个是 Mexican style 的牛排，意外的还可以接受。然后是我的 papaya juice 和 papaya juice de leche， 就是牛奶，木瓜牛奶和木瓜汁。他总是会给这个泰国小碟，然后还有 tortilla， 感觉玉米是墨西哥的国之点。我是经典，所有东西都可以加这个诗。这个诗证明是牛肚汤，然后就随一股下水味，其实习惯了就也还好。这个其实还行。然后这个说到玉米呢，他们之前有人跟我说过土耳其遇到了危机，危机在哪儿呢？因为墨西哥人是种很多玉米的，然后美国人也种玉米，一开始他们只是用来食物。但是后来自从美国发明了混合动力之后，所以很多玉米被用来作为燃料，作为燃料的那些玉米购买价格要比做tortilla的人购买的价格高，所以大家就都不愿意把玉米卖给做tortilla的人，所以它的所谓的危机就是由此而来。具体影响多大我不知道。还有一个挺有趣的，就是我们在喝这个嘛，然后这个杯子很大，他们这已经开始不能用吸管了，早于美国一段时间，还挺先进的。这个超市里面就哦，这个我觉得在美国都没有，这个才12，但是我买了一个这个。然后这边的酸奶这么大一瓶才14 pesos， 啊，21 pesos， 不好意思，但还是比美国的便宜。美国这么一小桶，一个大概这么大的小桶就要1块多了。新的心情，哦，我的 lady， 你喜欢有小情绪，像晴天的乌云。头发长结束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和有海。